但是刚开始我没拿它当回事儿。你可能一凉快，通风好一点，蒸汽它就下去了。对。然后你越热越出汗，可能你洗澡也热，它就会又起来。对。这个真菌在你皮肤呢，其实是这样，就你俩就像一个较量的关系。嗯。你弱它就强，哎，你的环境不好了，你又热出汗了，这真菌就活就重了。嗯。你一通风一洗澡一好，真菌就弱下来了，但是它没有根除。是是。看我儿子睡觉是啥表情啊？给吵醒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是我们回国第三天了，刚回来就感冒了，一直没好，所以在屋里边戴着口罩。然后我姐夫也知道我脖子下面是湿疹呢还是荨麻疹也不知道，今天给我预约了一个专家带我去检查一下。走吧姐夫。嗯，太好了。嗯呢，天天拍呀、啊、这就我工作呀。去哪个医院？去中医医院。啊，这医院比较那个权威的，然后它是全科医院，正好你看看脖子，然后你不感冒了吗？嗯，我看这两天天天难受啊，正好一起都看看呗。行，是不？那走吧。啊，我俩走了，媳妇儿。嗯。有没有啥想吃的？没有。想吃给你买回来。没有，就你回来收小点声就行。嗯，走了啊。弟妹弄过来，先走了、啊。然后你跟孩子在家吧，有事打电话。知道了。挂在台阶上。最后可以上车上打上楼。你、这多长时间了？快一年了。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你觉得吗？是吗？哎呀，挺严重的。看，抓紧时间看呗，看晚了。这上面都是。是，原先就这一点啊。嗯。完了，若隐若现的。现在一点点就这种了，别的地方别的地方没有吗？别的地方没有。这是我的评测结果，等会儿让专家看看。他这个一年多了，这将近一年了。你看病好好脱了看。啊，都得脱了。那你说呢？露脖子谁能看出来啥？看病都得脱了啊，好好看。真的。亮起来，进来，这帽子还口罩摘了，脱了吧。嗯，好。啊，我看那边。啊。从哪儿回来呀？从韩国。韩国在那边特别热呀，出汗呐。我之前没有。看你打油窝有吗？哎呀，感觉我之前有点。嗯。这边的。啊、下去了，我看那边。在这边。嗯，对。现在下去了哈，好了，这脖子多长时间了一共？哎呀，将近一年了。好了，穿上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嗯，不要那么恐惧，瞅着弥漫的红，其实有点发黄。嗯，考虑跟真菌感染有关，因为前胸这个位置热出汗的地方。然后，如果你在韩国居住或者工作的环境也是潮不通风，那么就容易有真菌继发的感染。而且你还有点偏胖的体型，嗯，都提示偏胖。都提示真菌感染，所以我先给你做一个检查，就真菌的检查，嗯，看有没有真菌。如果是的话，抹点药就可以，不用过于紧张，好吧？嗯、哎，那这医生，这是主任，这不是湿疹吗？不是，不是湿疹、啊。首先考虑真菌。嗯嗯。原来以为会不会是不是牛皮癣什么的啊？不是，不是啊。他之前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若隐若现的、嗯、然后过段时间还没有了，但是刚开始我没拿它当回事儿。哎，你可能一凉快通风好一点，真菌它就下去了。对。然后你越热越出汗，可能你洗澡也热，它就会又起来。对。这个真菌在你皮肤呢其实是这样，就你俩就像一个较量的关系。嗯。你弱它就强，哎，你的环境不好了，你又热出汗了，这真菌就活就重了、嗯、你一通风一洗澡一好，真菌就弱下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根除。是是，但是我在那个国外的时候就去各大医院看了七八家，都整不好啊。所以回来，这不特意回来，我是想找你嘛，在网上查到你。就是不知道你在国外可能看病吧，相对来说沟通各方面不是很方便，其实不至于那么严重啊。嗯。到窗口去交66块钱，过来我给你做检查。我现在去交吧，你打电话号给我去交。刚才这医生用仪器给我检查一下。是真菌吗？是真菌，确定了。嗯，那他要开那个抗菌药啊？谁道让我去诊室等会儿？让他等一下。
现在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属于真菌感染了，也不是荨麻疹，也不是湿疹。刚才听大夫说应该是潮湿导致的，韩国属于海洋气候，所以天气比较潮。对对，你回来刚才医生也说你回来之后有可能干一点或者好一些，嗯，然后但是回去要注意，不让你穿衣服也要微领 要露出来嘛。是、嗯、说我这是属于一种真菌。真菌？嗯，真菌不就跟脚气一样吗？我脚气往脖上长啊。脚气不也是一种真菌吗？我这是脖气呢，就脖气朝天吗？我看你这拨完脚的手摸脖子得的吧。我真有脚气。那没事啊？跟脸传染的。那没事啊？没事，开了药，但是我感冒打针不给打。为啥？不知道啊。你吃药啊？开了药回来了。那你戴口罩，别离我们太远。我这不戴着呢吗？离我远点。我看看人了。儿子看吧，你儿子一点都不乖。哎呀，咋不乖？多乖呀！大儿子，儿子看这儿，认着儿子，也看见了。还是咱们国内医生权威呀，治理这玩意一下就看出来了是啥，也没啥大事，吃点药估计就好了。等我感冒好利索了，还得带我媳妇出去吃点好的，带她溜达溜达。